这个样子太普通了，就是不可能是说好看这个词儿，知道吧？但是我觉得我素颜这样直播啊，至少让很多平时没有看到我这个样子的女生啊，或者是就对自己长相不自信的一些女生，是吧？男生女生都好，就会觉得哎呀，我原来不化妆，然后没有怎么打扮，那就是然后没开美颜，也就这样嘛，普普通通，平淡无奇，是吧？连普通人可能都觉得还不如普通人呢，所以你们也要自信起来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们平时化化妆啊，捯饬捯饬自己啊，然后其实就已经很好看了，是吧？不需要就是对自己的那个颜值啊，或者是容貌那么焦虑和不自信，是吧？你看我的这个样子，是吧？我化完妆还我觉得挺好看的呢，那你们捯饬捯饬岂不是更好看呀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样子那不是给了你们一些信心吗？然后能够激励你们，给到你们一些鼓励和信心，我也是觉得我是有价值的。嗯，是的呢，谢谢乖乖憨憨，你也是，是吧？我也觉得憨憨是最好看的，但是有人就觉得憨憨身上没毛了，就觉得他很丑，我觉得好可惜什么，但我不一样，我就觉得他就是最好看的。